想和你，不管是有阴天还是暴雨天，我只想和你度过每一天。我们十指紧扣放心间，我会静静地陪在我身边。当你想我就会出现，给你安全感就不会危险。别再关机与我保持失联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边。怎么啦？怎么了？我刚化好妆还没换衣服。欢见的朋友，滴答滴答滴答滴。等一下换衣服哈，呜呼，起飞。都是开播叫大哥，我叫哪个大哥呢？刚洗完头发，头发都还没吹干。下去啊，昨天断电了，昨天物业给我断电了，哎呀妈的，明天要搬家，他喵的扰民了，太轻了，弄不下去。哎呀哎呀，下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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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下去了，因为扰民了知道吗，下面楼下的举报我，明天要搬家，心好累累。说我扰民，说我声音太大了，笑死了，真太搞笑了，把他的浪尘买下来，买不算了，买不起。明天也会播呀，喂吗？你刚刚在忙什么呀？
我也没让你过来，我想把地方都OKK 没得问题。好了，我要上班了，没和你讲了。我胆子里输亏了，拜拜。既来就在打电话，那妈妈的电话给他不接吗？小三，过来，三。哎呀，这猫怎么老喜欢去那个电脑下面跑来跑去的？讨厌。我换衣服去了哈，跳舞的吗？你觉得像不像一个跳舞主播？那你风扇随时往那里跑。我是你的心上人。欢迎进来宝宝。我们可以开通那个超粉 plus， 没开的跟我们可以开一下啊。我们可以收集那个粉丝牌，还有开通超粉 plus。 开通超粉 plus 是多少钱呀？到底我昨天开没有？你昨天开了吧？开了有什么用？开了那就大大的有用了。今天有这个活动，鼓励大家开这个超粉 plus。 今天终于见了本人了。欢迎见宝宝。说好的在你身边，从没见真难办。跟欢迎小甘。穿什么衣服呢？一会儿。我2024年11月到期，明年到期，明年11月份到期。好。你看我的两只猫又在后面打架了，又干起来了。你们都好久没看到我们家这两只小猫咪了。呜呼，又冲出去了。谁厉害？大的小的都厉害，谁都不让谁，真的是谁都不会让着谁，谁都不会惯着谁，干就完了。谁说？我天哪！凶得批吧，感觉比之前怎么了？谢谢吉利的彩虹兔兔，什么吉利？
哇，这个新抽奖哎，新的抽奖哎，魔方，这能开出什么礼物呀？这魔方能开出什么礼物？啦啦啦啦，沙拉粉，沙比沙比。我是不是调的有点太矮了？这个椅子，昨天是物业断电，我说了。养猫的多，养狗的少，知道为什么？就是主播养狗的、养猫的、养狗的少吗？因为大部分主播都跟我一样特别的懒，然后就喜欢宅在家里，然后不喜欢出门。养狗的每天早上得去遛它，得去遛狗狗，所以呢，我是因为我喜欢狗，但是我不养是因为我没时间遛。我没有魔法书解压，我有钞票枪解压。哇，谢谢吉利的彩虹兔兔。我的妈呀，如一哥哥，你家那直接一首900个，出了有出什么18个干杯吗？20好多干杯啊！我的妈呀，两个兔兔，是不是亏了这一波？有点入意。我就好奇这个礼物最大的是什么呀？哦，我的天哪，如意哥你也太猛了吧！这个魔方是多少钱？凑完我看一下，我刚看我还没看到。谢谢如意哥哥，感谢吉利，谢谢。你没要过来弄，你弄了太早了，我吃不下东西，我你随便吃都可以了。没要专门跑过来。如意哥，你刚说我比之前怎么了？你后面吃字了，好像没看到你说什么。火呀，还有这坑玩意，亏一半。我看一下，如一个凑了多少钱的？950的吧，950的吧，亏多少呀？吉利，你笑什么？吉利，你亏没亏？他30抽，30魔方是多少钱？习惯就好。你除了颜值和舞蹈，声音也太好听了点吧？你太会说话了吧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哎，1块钱一个，哇天，那1块钱一个，30个就30块。刚刚如一个凑了2波900块，而981800，1800，咱们就950的吧啊！这是在搞笑吗？谢谢，欢迎海哥，感谢我们家吉利的爱心娃娃机。别说了，如一个干他丫的，干他丫的，这太坑了，气死了。是，我好像是抽了2波，好像是抽了2波900的，我看一下。感谢如意哥，谢谢如意哥哥的，又是6个彩虹兔兔，900，我来给你算一下，咱们就是说。如一个，你抽这个有没有出个？妈妈打的，刚才打的电话。欢迎投降哟，欢迎哥哥。我看一下，900、4、5、6、7，刚刚那一波还亏200嘞，这都不爆，太过分了。就如一个榜3了。
恭喜我们如意哥哥荣登榜三，太帅了吧！既然不准备跳，我跳啊！我这个还没换衣服，我刚洗完澡，洗完头，现在香香的呢，香香的呢，还没换衣服呢。一会儿再换，一会儿天。难得看到我穿家居服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看到穿家居服啊！谢谢我们如意欧巴。今晚忙到多晚？不知道呀。如意哥，你今天抽这个有没有抽出大礼物呀？这个礼物最大的是什么？你们见过吗？好像也是今天刚出来的礼物，昨天都还没，昨天直播都还没看到这个东西。脚下的星空，会飞的英雄，我学会一直成功。梦到牛顿吃苹果，梦里盒子太啰嗦，梦到盛开在海面上的云朵，梦里蝴蝶带着你飞走，有可爱的丘比特，会唱歌的千纸鹤，我沉浸梦里的每一刻。Can you feel me, my love, love, love？ 听我唱这一首无厘头的情歌，我还想着迷人的角色。你是火眼金睛吗？这他喵的，我穿这个衣服怎么看出来？感觉自信一点，我一直都很丰满，谢谢。一直都很丰满，丰满小车车。哎呀，如意哥哥怎么办呀？咱们可以死了，垫了这么多，咱就是说，咱们家直播间的哥们今天没事，咱就抽这个魔方。因为如意哥垫了几千块钱，所以咱一定可以抽出。我的直播间是一定能出一个大的，对，因为咱垫了那么多，是不是？绝对能出。有没有哥给我开一点那个超分 plus， 开个光啊，开个头啊，他喵的怎么一个都没有，就很离谱啊。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把这个椅子调下来一点呢？我觉得这样坐着也太舒服了吧，我之前调的太高了，我感觉坐的好不舒服。今天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坐姿呢，哎，然后感觉只能坐，今天晚上又坐不到那种，真烦。怎么回事？有点痒痒的。为了一点，在你的身边。今天什么思思？今天应该是黑思思，因为我比较喜欢黑思思，穿黑思思比较多。怎么回事？你感觉？暗恋我很久了，不用暗恋可以明目张胆的爱恋我，不用暗恋我好吗？谢谢。还有多久？明年还有两年，还有两年呢。我换个衣服哈，等我一下。
我换衣服给大家跳开场舞哈。妈的，去年续签的，去年2022年2月份续签的，他喵的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回来都黄了，我还在。欢迎走在时间路口，太心酸了，不说了。挺好的，虎牙也挺好的哈，我也挺好的。你也是正式工？什么叫正式工啊？什么意思呀？我直播了2021、2022、2023。我直播了4年，在虎牙快4年了，应该是吧？2019、2020。妈，真的是老油条了。真的是老油条了，真的服了，怪不得没有大哥喜欢我了，原来我是哥哥们眼中的老油条了，原来我是哥们心中的老女人了。我说呢，大家都喜欢去看那些妹妹对吧。谢谢，感谢吉利的情书。我18岁开始直播啊，18岁、19岁、20岁、21、22，啊，今年22岁了，快23了。邱老师比我更久，但是喜欢邱老师的大哥很多呀。小车车就不讨大哥喜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嗯。还好有铁汁们，还好有你们哈，我要没有你们我该怎么办呢对吧。今年22岁了还没满。你怎么知道吉利？哦，你看过我身份证，知道了。没事，假装成熟一点，假装自己成熟一点。现在不都是年纪小的喜欢扮成熟，成熟的喜欢扮年轻吗？鬼信我，我00年的，怎么不是算呢？笑死！现在直播实际粉丝都不通知了，通知了你们也不来看，索性不通知了。然后开播了呢，想看的哥们就来看一下，不想看的叫都叫不来，太傲了，我太傲了吗？我不傲，我只是这个性格。但其实我呢是一个特别，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。我一点都不高冷的，真的，我只是有点傻，我只是有一点点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牌子掉没了，卡上。李白哥哥，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。把这个灯能不能再塞到那？信不了一点。3年前18岁，3年后你多少岁了？21。21，金豆吃多一点就不傻了，让你们多喂一点嘛啊啊！让你们多喂一点。头发好湿啊，头发还没吹干。
我看最近好流行，他们好流行那个叫什么精灵耳，就是这样。本来正常人的耳朵是这样，就你正面不怎么能看到耳朵哈，但现在他们可以去打那个玻尿，在耳朵上面打玻尿酸，然后把耳朵这样，这样好看吗？然后这样把耳朵弄出来显脸小，有显脸小吗？好点了，没没弄。我来揪一下，这样好看吗？啊，好像真的有点显脸小耶。我弄一下，我弄了，我弄了，我刚刚就弄了，我都刚掰起来了，就这样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不叫精灵耳，这个以前叫什么？这个叫招风耳，招风耳，对不对？换衣服哈，再弄根尾巴。完整还能跟尾巴，谢Timmy。终于看到我了，我不一直都在吗？我说那个弄高一点算招风耳。换衣服了哈，等我啊。Anh gặp anh là em biết em si tình.
抹布。甩个袜子。芭比娃娃，哪里像芭比娃娃了？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他一个手套永远锁上的躯壳，这世界笑了，还有一个这个手套，笑了都生存是规则，不是你的选择，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的走着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伤痛不肯完全的愈合，我站在你左侧，却像隔着银河，难道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了，然后再后悔着？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却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花里胡哨的穿个袜子。裙子太长了吗？不
长吧，捞起来一点，捞起来它就不长了呀，已经很短了。再短就转，再短就看到小屁屁了，不能再短了，要被封的，笑死了。谢谢我如意哥哥啊。Dude, can you turn that beat up a little bit? Yeah, just like that. Perfect. 不要手套吗？有手套不好看吗？花里胡哨的。There's two instructions. I need you to follow. When I say red light, 好啦 I need you to stop.不用嘛，那就不带了，不带了。I need you to go. 还怪热的。Green light. 那 when the strobe light hits, I want you to move like this. 跳狼。开始展示了。I want you to move like this. Hit the strob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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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t the strobe.我扣一下扣子后面的。Now. We know we've all been through kindergarten. 好了 ，Let's go. So we know what a green light is. So when I say red light, stop. Red light. 车模直播间。好的，吉利，我们赶时间，还是弄不住了，不要来弄，讲了不要来弄。而且又不进户，这都卫生署了，你不进户了。Hit the strobe. Hit the strobe. Jatling. Can you turn that beat up a little bit? Yeah, just like that. Perfect. There's two instructions. I need you to follow. When I say red light, I need you to stop.When I say green light, I need you to go. Red light. Green light. Move like this.Now when the strobe light hits, I want you to move like this. Hit the strobe. Hit the strobe.
people, so we know what a red light and a green light is. So when I say red light, stop. Red light. Green light. Now when the strobe light hits, I want you to move like this. Now when the strobe light hits, I want you to move like this. Hit the strob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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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een light. Filling into the groove, keep it looping. Red light. 离谱啊，就很离谱啊，有点热。
cause you're mine. Cause you're mine.
膝盖，膝盖跳舞弄的呀，膝盖跳舞弄的呀，好活，什么好活？我看一下，我准备跳个哨子舞的，又被封了，又被扣钱了，烦死了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就这样挡了啊。算了吧，待会又封我。我感觉我们跳的舞真的特别的乖，会累到。你的小脖子没有棉这个事，你见过没有棉的样子吗？你要是没有棉，我就可以死掉。见过没化妆的样子吗？慷慨大方，我在观山虎区啊，你问我，我回答你了。如果一个你是不是刚好进来赶到一个片尾啊，我刚以为你一直在呢，你出去了。可以给你跳个舞，你居然不在。想要什么？哇塞，我的后背都湿掉了，
谢老王。后面都湿透了。你来帮我擦呗。自己擦吧，还是怎么不跳了？逼累了，逼累了就得缓一下，待会连着逼。来电你吃饭帮我宣传宣传，那你刷个怀疑号卡个好友帮你宣传，帮你发个朋友圈。我朋友可多了，跟你说这波买卖绝对不亏。有点重他就勒。直播请你当场刷算了，来得走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个烧烤不吃也罢。哎呦，真的我节目上去了。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。不用减多少，卡个好友就行了。太多纷扰是卡个好友位就行了。在你身边是谁？最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。敲着点的，我刚坐下。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。虎牙一号，松风哥哥，你都这么久没来，没有来看我了，我们聊聊天呀，我们聊聊天呀。你也说了，那是熊猫的时候了吗？缺乏锻炼，为什么这样说？为什么说我缺乏锻炼呢？我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缺乏锻炼，我一点都不会觉得累。那我只是流汗啊，你不能让我汗都不让我流吧。最卑微的梦，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。虎牙一号不加微看我卸妆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的。走吧，暴风雨后的彩虹。可以的。也许会不同，也许只拥有碌碌的黑白世界你不懂。
鱼。可以的话当我没说。你好坏啊，你套路我，你套路我。但是你要真的刷了也要等我下播的时候再卸，不然我刚化了妆上来播你让我卸妆，你得等我下播的时候。昨天吃饱了，昨天谁吃饱了，昨天谁吃饱了，昨天播着播着都被封了。超载的眼泪，整个是绝望和心碎。欢迎吃三口饭。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，那一双爱笑眼。哦，昨天是断电的，因为我直播被楼下举报了，楼下说我扰民，在群里面骂我，然后我没有看群消息。我没有看群消息，然后保安就把我的断把我的电然后掐了。谁骂我？楼下的人说我没有公德心，大晚上直播。还能这样？对啊。爸不了播了，因为我每天晚上都跳舞，每天晚上都会有音乐的声音。你去坐我楼下解决这个烦恼，我觉得可以。感觉好可怜呀，自己在家里直播还要被赶出去。一下掉了20万，这人气很正常嘛，对。开一个流量卡。我是温州哪里的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嘻嘻。在看我，在听我吐槽。我觉得今天还挺好看的，是因为我洗头发了吗？
是因为洗头了吗？Girl, tell me all of your secrets from the darkest to the deepest. I would love to know what's underneath. 天天都好看的吗？真的吗？臭美，我就是臭美的女人。就是个臭美的女孩子。晚上好，虎牙一号是1000元子吧？对的，小草。所以呢，你要不要跟我交个朋友？真的有人挤满吗？我靠，应该很少有人挤满吧？140个人开序，超粉跑，序序也算呀。粉丝盘也没破蛋，我们破个蛋好不好？离我太远了，你好伤心。为什么加我？交朋友呗，有什么不知道的？谢谢如玉哥给车破的，谢谢哥给我的。过分，可恶。欢迎艺术吗？刚跳完呢。等我年超粉到了再看。现在有活动吗？开超粉是多少钱？超粉 plus 是多少钱吗？跟我说一下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自己直播都不知道个超粉 plus 开要多少钱。30块，30块是很不贵。30也不贵嘛，对不对？超粉跟超粉 plus 有冲突，有什么冲突呀？我都不知道有冲突的。哦，那个开了就像守护一样，就是如果说有超级守护的开至尊守护，它就会冲突。你知道什么意思了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说我们家哥哥都没给我看。后面好看是放前面好看一点呀。
日子已重复第几遍，早起的第几天，便利店第几面地铁准备换乘第几条线，而拍左边在这儿的第几年，如果能撑住边工资凝神后面我不信往前面，我能看我的脸蛋。你们这些错男人，我已经看穿了。让我弟送点水进来喝喝，渴死我了。都可以。帮我倒一杯温水进来啊，等你弄忙完了，等你忙完了你给我倒杯温水进来。搁外面打游戏呢。不高兴，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贵州的吗？是的。方言好评听得懂吗？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，卡布奇诺我喜欢。我弟每次帮我送水进来就好怕露脸，我笑死了。卡布奇诺欢迎汽水哥哥，谢谢汽水哥的护娘。希望广东人秒懂，我广东人可以秒听懂吗？这么厉害呀。好喜欢我的黑头发呀，我觉得黑头发好好看呀，可能看我那个黄头发看太久了，然后突然换了一个黑头发，觉得哇黑头发真好看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然又好近，你都不能倒慢点吗？真好喝呀，口渴的时候喝水水都是甜的。谢谢非凡的，感谢非凡的小圈圈，那是什么东东啊？
真的，咱们这衣服好贴身，好显身材，就感觉很贴，就本来很瘦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超级瘦。哦，不是，该大大，该瘦瘦。用你们的话就这样子，该大大，该瘦瘦。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嘟。Been hurt before, but no one'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. Breathe me back to life. 因为我准备干嘛那张？突然想做一件事情，突然忘记我要做什么事了。能唱首歌吗？妈呀，我好多，感觉好久没唱歌了。上厕所，上厕所。给你们唱一首，我要开枪了，好久没开枪了。想听我今天最后一天在这个房间直播了，我就要唱。